我，而我对此放下了，对此不再去纠缠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那这个因还会影响以后我们之间的缘吗？如果又是别人纠缠不放，比如假如某人喜欢我，但我不同意，这人便因此而对我生起憎恨心，但这跟我本身没关系，那这种情况也会形成我以后的因缘吗？最主要是两个人要都放下。如果只是你放下了，别人没放下，对方没放下，这个还会出现因果的，还会出现啊。比如对方就起了对你起了贪嗔痴慢疑了，起了憎恨，起了报复心或者是什么，这还算是冤亲债主，这还是这还会在那儿纠缠你的。其实不管什么缘起，就算说你今天你做人，你长得漂亮，有个人喜欢你，哎，只要你说我长得漂亮又不是我的错啊，我妈我爸生的哦，是吧？那有人喜欢你，但是你说我不喜欢你啊，那对方如果是引起了憎恨跟妒忌，或者是他那个，你还是跟他有解不了这个，就是说他还会生生世世还会产生一些因果的东西，嗯，在那边也还是一些，就是算是一些冤亲债主的，嗯，了不了，就是这个缘了不了，嗯，那我们是合约啊。尤其说你比如说你优秀，别人妒忌你的这种事，或者是什么，这种跟你一点关系也没啊，你是吧？有时候女孩子更是，你穿个花衣服她也妒忌的时候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或者是你好好的走在路上，有人就，这还不是说哎，还对你还产生了说，因为我对你，有的就莫名其妙的就伤害你，这些也有啊。但是我们从因果的角度讲，是吧？你在承受共业啊，就是你，假如说我跟这个人没关系，但是他为什么伤害我？我查了生生世世，他跟他也没关系，他也不是我冤亲债主，为什么我走在路上被他就打死了，或者是这个连环杀手啊，或者那种啊变态的就把你杀了？有些变态的连环杀手，也不是说真的说你宿世真的欠他的债，你那叫共业，因为你在人道嘛，是吧？你在人道。那你就有共业，共业就是说有时候人会起恶念的，就是说你在一个能起可能会起恶念的人群里生活，那人群也有可能起善念，起善念了你就很高兴，但是也有可能你坐在这儿好好的一个人突然疯掉了或者起了恶念，他就可能伤害你，这叫共业啊，就是你这就像你生活在老虎群里，随时可能会被吃掉，是吧？这个是共业啊，谁让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呢？是吧？如果你生活在诸佛菩萨身边，全是佛菩萨，你就不会受这个果报，就是生死就是这样。那我们说人力嘛，那现在六道嘛，那畜生道，小白兔从来不伤害别人，那兔子嘛，是吧？或者是一只猪，它伤害别人吗？它也不伤害啊，无缘无故我们就会把它干掉，是吧？到年底就杀了吃了肉了。是吧？他又没做坏事，他也没伤害，为什么受此惨报呢？我们说，谁让你是个畜生呢？你来畜生，你投胎到畜生道那一刹那，你已经注定了被杀的果报，是吧？我们来到人力人道，知道吧？就注定了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善恶因缘，有可能是心结的。我跟你无缘无仇，突然就心结下一个逆缘或者善缘。可能不是俗世的，就也有心结的哦，这就都有可能啊，就是你避免不了的，没有人可以避免坐在这儿，有时候真的是躺着中枪了那种，你查了查他祖祖辈辈也没跟他结过个缘，哎，躺着就中枪了，啊，那你只能说，哎，那你谁让你来人道呢，是吧？你去天道就没这回事，是吧？这三善道啊，三善道，你去天道就不是快乐就好一点，极乐世界也没这回事。因为大家都很富有，都很拥有，而且大家连妒忌也不会有，因为长得都一样，长得都是吧？男男女女长得一模一样，谁也不用妒忌谁，拥有的也一样多，是吧？你也不用妒忌，心想事成，是吧？那在人道，这个可能性就是说，我们经常会纠缠在各种缘里，纠缠不清，所以叫苦海呀。一不小心恶报就熟了，是吧？善报熟了，我们很开心；一不小心恶报熟了，很难受，就是这样子。你只要这人道，除了你自己的，如果大家都不开心，全世界你说所有的人力都不开心，比如说那你一个人独善其身在那儿，你想幸福的可能性也不大，知道吧？啊，这个就是有个业有共业嘛，啊，那来人道就是说唯一的，你就不用在乎这些东西了，
反正做好你自己。至于说是我完全做好自己了，还是遇到了一个很强有力的逆缘跟逆报，那我们真的认命了。有时候真没办法，你该做的都做了，你也修行了，做，但是这个逆报还是来了。不管它是上一世的果熟了，还是这一世我们新的缘又结了，那你真的是没办法，无怨无悔。相信有些东西真的是，有时候如果是真的有人在欺负你，无缘无故，你也没有，就是说你没有得罪他，或者什么上一世也没有逆缘，然后呢他这一世无缘无故的欺负你，那他的果报也蛮惨的，是吧？就是大家因因果果，这就没完了。如果你而且你不在，你不计较他，他怎么伤害你，你不计较他，而且坦然的去甚至你再把你的功德回向给他，你在修行嘛，是吧？那他自己如果一直不改的话，那因果也蛮重的，知道吧？哦，这就是寒山拾得说的话。如果这个世界有人唾你、气你、分你、棒你、打你、骂你，你会怎么说？他说，如果打我，我自己躺下，省得他受累；如果他唾我，我唾在这边，我擦了这边，是吧？如果非我棒我，是吧？随他去吧。哎，这是两个修邪，听说是文殊跟普贤的化身啊，就挺厉害的，听说。那这样两个菩萨在这个世界上都无奈啊，是吧？没说凭什么他打我骂我，是吧？那打我躺下吧，省省你的力气，我给你躺倒行不行，是吧？不争嘛，是吧？但是说这是一个修的苦行的当然说你争是不是不对呢，这是另当别论了。我觉得这样两个修行人，但是他也说了一句，说那十年以后看看他的果报，是吧？每个人你只要懂得因果，我们自己就知道啊，我们做了这样的因，一定会有那样的果，知道在人道，那我们自己注意因果就行了，是吧？人家有的人不修行不管因果的，人家不惧啊，无惧啊，那你也没办法，知道吧？嗯，我们尽量的在这个世界多正身正意，端正心念，做正身正意正言，然后多做善行，这样我们的善报会守。你端正，哎，我就是说正直、勇敢、智慧嘛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你不纠缠也没办法，有时候也会形成逆缘的，嗯，因为你不是活在，就是活在你一个人活着，这是一个关系网。